喂，唔好意思，啱啱有人攞嘢，熄咗个直播，咁重新嚟过啦。咁今日做一日之间韩国豆腐抹酱杯糕，咁就要新鲜食嘅，因为佢会搽咗个酱咧，就系咁样嘅，搽咗个厚嘅抹酱喺度。咁佢个杯糕系用芝麻杯糕，咁啊。新嘢啊，试试佢睇下系如何啦。未食过咁就试一试先啦。洗洗手，咁就开始食啦。因为你睇佢今次咧，除咗呢只韩国豆腐之外咧，佢仲出多咗一只咧，叫做胡椒饼啊。胡椒饼即系有猪肉嘅 bagel，我觉得都几有趣。佢都呢排啲 bagel 都比较创新啊，其实都好厚嘅豆腐酱，左右系啦，咁试下先啦。其实佢咁样食落去咧都几西式嘢，咁本身 bagel 都系西式嘢。个味啊，个豆腐酱咧，几过瘾，好似食紧一啲咧，以前喺欧洲食早餐夹嗰啲酱。我知点解啦，因为佢有绿色嗰啲啊，嗰啲香料啊。仲有少少嗰啲 cream cheese 喺里边个味道，食落去几开胃喎个包，啊？因为佢搽咗好厚酱咧，所以你咬落去咧就会好多酱逼咗出嚟，食嘅时候要小心啲。咁佢应该荃湾。南沙廠嗰邊咧都仲有得賣佢啲 bagel 一如以往啊，都係好實的的嘅，即係會飽肚啊。同埋呢個豆腐醬夾落去咧都好夾啊，真係。到底係咩香草咧？我都唔知，有少少似。Rosemary，但系夹咗酱又好似唔系好似，唔知啊。但系系几好食嘅。如果大家行过去荃湾嘅时候，可以试一试啦，或者等睇下下转嘅团购会唔会再有呢款啦。呢款我觉得几推介，不过要即日食咯。你要预翻时间，即系当日上嚟食咯，咁样。咁咪芝麻比较，咁系咁多啊！今日多嚼埋我早餐先，拜。